还在用传统的充电线呢、啊，赶快跟我一起用无线充电器，不管是 iOS、Type C 还是安卓，通通都能用哦。把充电板放在底座上面，再插上充电线，充电后会有渐变的 LED 效果，只要这样一放，就可以充电了。如果你的手机本身没有支援无线充电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有无线贴片，你也可以使用无线充电器哦。只要将贴片插入充电孔，再套上手机壳，不管你是 iOS、安卓还是 Type C， 都能使用无线充电的功能啦。正面是白底，背面是金色，而且还有防滑胶，是不是很美又很实用啊？不用考虑了，赶快下单吧。